他曾是一名吃苦耐劳的工程兵战士，最长的任务是36个小时，连轴转36个小时，对，不休息的。他曾是一名优秀的海军，我是警卫战士，时刻保持警惕，时刻保持战斗状态。一位工程兵战士如何蜕变成为一名非遗传承人？在部队学习的电焊七哥技艺造就了我。一位城市90后的士兵如何成为传统壁画的守护者和推广者？部队就是一块熔炉，到部队的熔炉中锻造，你就变成了一块好钢。两位年轻的老兵用青春的心去守护一份厚重，去传承一份使命。敬请收看本期《老兵你好》，青春手艺人，老兵黄俊、李根。